都挖来肾。OK， 来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影片，主要是由我 Mayfield、Amber 还有 Joyce 来演出这一部恶搞的鬼修女。和往常一样，我们是想分享一下我们拍摄的幕后花絮。现在要拍鬼戏，所以要找一个比较像鬼的地方，一个荒废了很久的学校，所以我们现在去 Reggie Location 一下。这个地方呢，实在是很适合拍鬼戏，但是没有电源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边拍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灯。这边我看起来也是很危险一下，因为感觉上就像要 collapse 下来。在那天呢，我们无意中发现那个古董店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一下，我们可以买到什么道具。呀，那我嘞，想这里啊，一开卡没？我在下面下来的。想去？哦。反正就是嗰啲啊，阿哥。佢是 temple wood 啊，铜茶嚟，铜茶十八杯哦。十八杯啊。嗯。唔加扮机嘅哦。啊，冇啦冇啦，扮机都几多啷嗰啲锤啦啊，望嚟叉少人啲做成啲啦啊。G Y。OK， 忙完道具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怎样准备我们的服装。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来量身定做这些修女的衣服啊，神父的衣服。你拿那个 pose 给他一下。来来来，穿好先啊。这边也是有。Father。要叫 Sugar Daddy 是吧？扫空干净。How dare you play with our God？ 天变黑真是快啊！我们是打算在 Golden Hour Evening 这种时间拍的。那首一下播。我丢起丢包那首。Action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，这时候出卖耶稣的犹大，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。你们给我拿相机就这样啊，你看我 focus 不到 OK 吗？然后呢，顺便提一下，非常感谢 Gayo Coffee 赞助我们这一个地方拍摄。找地方拍摄呢，其实是很不容易。record 了吗？要 record 了吗？然后等 stop 哦 ，stop 机，怎么讲嘛？由于这边的自然灯光太亮了，所以我们就会放一些报纸 diffuse 一点光线。So， 它的 setup 是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们有放一些 cross 啊，放一些装饰品在这边，你们看一下。哦。这些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有一个。那如果我要十字架，如果我要走近的话，你看走近的话，对，其实是很大个了。哦。对，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化妆师。你要介绍你自己一下吗？还是有人来？你你做我可以在我化妆，你们可以在 Facebook 找我。李林米达迪斯。其实我没有录到。都挖来肾。啊啊！一只黑龙呢？一只虾呢？那种企鹅。好热。鬼跟天使都会来抢风扇。来，恭喜 Roll with Tommy 啊 ！Roll， 牧师 ，blah blah blah，take one， 啪 ，action。When you come to us, God is going to look at us, going to look at us, what can I do with you? What's going to happen? 哈哈，啊！好的，这一集的影片呢也接近尾声了，请大家继续留守着，看一下这个影片呢到底是在拍什么，它的故事情节是什么，还有到底是什么事会让 Joyce 改邪归正。在此呢，我想要感谢一下这些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谢谢你们收看这集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 subscribe 我们。
往后呢，我们会制作更多更多的影片给你们看。我们下一集见。